看一下这个大白条啊，咱们拴的时候把这个饵把这个线啊穿过去，穿过来之后搭到食指上面，一二三四啊，别让钩子勾到你，然后穿过这个线，先收紧短的再拉长的啊，这样你看打出来的结特别的简单结实，不容易丢饵啊，把多余的线头剪掉，这样一个米诺就拴好了。